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设这个圆方程式啊，它的圆心哈是在这里，啊半径是 r， 那么 h 加 k 加 r 等于多少？我们知道这个圆心哈等于多少呢？这个 h 是5啊，然后呢是 y 减负二嘛，所以这个 k 哈是等于负二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4的平方，这是半径 r， 所以 r 的话呢是等于4的。啊，所以哈 h 加 k 加 r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5减2加4，等于是9减2等于7啊。所以答案哈应该要选 B。